五花的帅哥型男吴秉承吴师傅，冯师傅好，各位妈妈大家好。现在哎呦，我们开始觉得虽然中午还是很热，但早晚会凉。对，现在不能不带外套。今年算是暖冬啊，对。所以这个现在其实已经到小雪的季节，是小雪完了就大雪咯。所以再怎么样热的天也慢慢要冷。对，就是等于是冬天到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现在还有点热，可是又要稍微补一下。我们今天这个小雪要吃的比平常再淡一点啊。对对，不能够太那个。可是你淡的时候你还是要有香味啊。对，但是因为现在是这个暖冬嘛，我们就暖暖胃就好，麦甲胸爆啊。是哦。好，那今天要做什么呢？今天这道菜哈，来，主食材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好，什么呢？就是它，北莲啊，菠菜啊。菠菜这个最好，因为就加一加丢西，基本上丢西就是菠菜，对，对不？而且这营养价值很高啊，很高。对，这个是蔬菜的补，然后今天呢，就用菠菜来搭另外一个补，来做一个菠菜蒸蛋。菠菜也可以蒸蛋哦，对，你不加贵，这么些香啊，也香啊，蒸蛋是不是骨溜？是不是刚刚好？很好吃。有吃过菠菜蒸蛋吗？没有吃过的继续给它看下去。来我菠菜蒸蛋，我叫洗好的。来哦，洗好的啊，我叫洗好的菠菜。这包要炸回去。好，这包你回去做啊。来，这个菠菜哈，洗完之后呢，水要沥干。你不要存在擦洗才赶快哦，吼，来等你老公吼，因为你今天要做的蒸蛋，所以水很重要，水的比例很重要。好，而且蒸蛋的这个整个比例，等一下教妈妈怎么去量哈。来切小段就好，好啊，你也不要麦来切个呢，像那个葱花一样那个那么细，不需要，不用，对，假薄，假薄，好。加加过来俊，今天是雪里红蒸蛋吗？那吃到菠菜，哎呦你看哦。菠菜基本上是丢细，所以它最细最嫩，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跟那个整个蛋搭起来的时候，其实它不会，你不会觉得说哎会割牙或干嘛哦啊，不心哦。所以家里面小朋友不吃菠菜的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做成蒸蛋就没有那个涩味，而且小朋友本来就爱蒸蛋。对，好，我叫一碗水哦，高汤三粒蛋，三个蛋哦。啊，基本上哦，这个我今天用的是鸡高汤，这比例是怎么看的？你看一二三，三颗对这一碗，那这一碗其实大约300cc 左右。一粒能剩50吧？啊，对。三粒才150啦。不是，一碗有300。啊，乘以二啊，三。啊，乘以二，对的，你都冇讲乘以二。乘以二。第一就是一粒鸡卵兑100cc 的水，还是高汤？哦，一个蛋100cc， 很好记。啊，今天是日式蒸蛋，那个好像芙蓉蛋酱对对关的那种感觉哦，哈。啊，你也讲吼，我今天要炸扁冬的，我不爱遐短。我要回有 Q 心呢。1:1，1:1，对，1:1。每月只剩1跟2嘛，1:1。好，来，先把它打出来。蛋先把它打匀，然后这两碗哦，教妈妈一个观念哈，今天是一半，加一半，来，这两碗哈，干嘛姐观念就是吼，你加盐巴的时阵吼，你加一加，它是勾勾的，所以你这个盐巴一勾一勾，所以要加在那边啊，这也是小撇步哎，你要蒸蛋肉吃到一坨盐，哇。这绝对不会一坨，对，你就是把它晃一晃，晃一晃。因为我们还有培根，所以不要加太多。对，培根等下那咸是跟这个青菜做结合，好来。来，而且板后啊，用这短碗，这两个要做组合。组合。对哦。那至于这个里面你要不要再拌什么太白粉的？对，我觉得是不必要。我在家应该就不必要，就是简单的方式。阿丽亚公吼，不要个坑太白粉。对对对，阿丽亚公吼，我给你票，要存那款那个勾渣米，一款那个有导鱼味哦，蒸蛋的不？你这边就放一大匙的酱油，盐巴就不要了啊。勾渣脆能放导鱼，对对对，啊，脆的娃娃呢？啊，能个导鱼有啥味？好来，阿芝麻夹呢？好啊，好不好？阿姐能麻好啊。现在来做菠菜，怎么样把菠菜的腥味去掉呢？菠菜的腥味哈，把它去掉其实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你先做炒菠菜。
哦，先炒哦。对，先给它炒的香，炒的香你给它。对，哦，啊，所以吼，菠菜本身一定要有点么油哦。它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要蒸吗？糖啊。啊，这要被炒吗？哦，这个嘛是爱炒。哦。你看，这还有新香料呢。一定要，你这个蒸蛋，你才会就是你看起来是一般的蒸蛋，挖起来那个香味跟油味才会有味道。不是直接把菠菜丢到蛋里哦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妈妈说啊，我用川上的蛋料去，哇，完全没有味道。来，差点嘛培根油哈，所以你的火千万不要开大，你就是这样开小小的就好。好，那它的油慢慢出来，香气慢慢出来。那你这边如果加很多油的话，这青蛙蒜头，蒜头，一定要有点蒜头汤。培根跟蒜头的熊哈是非常搭的，好，包括你说，哎，我今天让它有点西餐的风味，我在这个里面我会撒一点点的黑胡椒粉。哦，好，来蒜头肠啊，丢，好来，好，你看这培根香气就很浓郁了。对对，现在切很碎，一下就出油了。啊，这个培根等一下跟蛋蒸的时候，里面的这些汤汁出来之后，它会有点像什么高汤的感觉。好来，好，对，个胖胖啊，哈，这就啊，原来要先炒，炒香这个菠菜，有，而且用培根带香味，蒜头提味，葱哇，啊，刚才擦干拢豆，今嘛吼擦干吼，让它有一点颜色变深，有点透，还没有出水，对，有点透的时候，它就有杀青的作用，哦，杀青油啊，对对对，擦干拢擦过啊，会个更掉啊，哈，哎呦，我们家一关系嘞。所以锅底也不要出水。对对对对，麦粉出水哈。嗯，好嘞。哦，要不要打打了好可能？哦，好嘞，好。哦，有够香，有够香诶。啊，这里加呀。有啊。香滚滚滚滚香。哇。我来咖喱。你看我下次，我万一炒菠菜的时候，菠菜太多，一盘就多少盘，我都卡两落去吹。对，落掉。哦。啊，这部分你我肯定是单独放安尼哦，啊，你啊除了这个菇类有诶无，你要揽起来你就揽起来，炒菜放开放落去，吼，啊，它不用跟它混在一起哦，不用不用，就等一下把它淋在上面，吼，这一层香味要把它包在最底部。哦，哇！然后你挖的时候那种惊艳感，啊，香气就冒出来。我本来想说，要是你没有讲，我们一定会把它打在一起。好来。细致哈，也有感觉就会不一样。细致的蒸蛋，你觉得要有一个滤网哦，一个滤网。来，你不算蒸加我，包括蛋筋全部就。哇，真的，你没有讲，我一定会把它做会。好来，那不必要的泡泡蛋筋什么，全部都把它拿掉。这样就很漂亮了，来放进来。来，像我们进到这个蒸笼里面，不管你家里是什么蒸笼，一定会有滴水的状态。哦，对对，为了防止不要让它水分再更多，所以盖保鲜膜。对，修改封起来。可是你这样盆子就要选了，有一点深度，食物不要碰到它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把它隔起来。我来盖封起来。你看我们餐厅哦，一次蒸下去哦，五六十盘，对，而且都用那个大盘水盘在蒸，都那么面积那么大，对，哦，靠的就是用保鲜膜把它封起来。像蒸锅渣用玻保鲜膜玻璃做啊，用玻璃做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这锅渣冷的吼。对啊，我以为你就等那个玻璃纸掀开了就可以吃佛跳墙。对对对对，哦，好来，这个以目前这样继续蒸好，大约你就大火把火那个温度开大之后呢，你大约差不多15分钟左右就好了。哇，蒸蛋就是救命菜啊，对，又快又好吃。真紧啊，有。好啊，包括你看，像这个底下还有一点水，还有点水撑在上面，有没有？这个你也不用担心它，这个它只会缩短它的时间而已，也蒸的速度就会更快。哦，呵，那等以这一锅来讲，我们大概等到12分钟左右就好了。好，12分钟，稍等一下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菠菜蒸蛋，哇，一定很好吃。赶快来看看蒸蛋，哇！看一下哈，颜色好漂亮哦。所以哈，你的温度把它控好，有那种翡翠的感觉。时间把它抓好哈，就非常漂亮，也不会黑啊。还跟你说为什么它像翡翠，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有用培根的油稍微炒过。哦，来看这个，哇，碎碎碎，噔噔，哇，这像蒸蛋吗？真的不像哎，哦，而且培根香气好浓哦。哇，有西式的味道，因为有蛋就有点奶的味道。对，吃吃，嗯，哦，很软呢。对，嗯，真的，而且没有那个涩味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而且你看到我们这样挖起来之后，它底下你看这个还有一些汤，嗯，有没有？这蛋汤，
好，那这个有蔬菜，有蔬菜跟蛋，还有一个培根，它的本身的这个高汤在里面，哎，咸味就非常够了，就刚刚好。嗯，1:2的这个，三颗蛋，然后300cc， 蛋的那个口感，蒸蛋口感刚好就是那种日式蒸蛋，那种软软端端这样子。你如果要做多做少，其实都可以调配，就一颗蛋100cc 就对。嗯，哦，好好吃哦。所以现在这种天气还要想要补一下，怕胖，这个最好。这最好啦，对不对？营养高鲜，然后有足够的蛋白质。对，而且吃起来暖乎乎的。不羞羞，赞！现在是晚上的时候，秋瓜凉凉。对，可是又不能够吃太燥，因为白天会上火。嗯，加这些多啊后。是，谢谢。